好，先来。那大家好，我是特三甲的陈佑飞，那这是我的专题成果的成品，然后它是电流集极棒，就是在它后面装尾动开关，然后就是在当就是这支棒子经过的时候，就是让小朋友握着它，然后要是碰到旁边的话，就会发出就是反馈，就是有声音跟灯光的效果，然后就是会让小朋友知道说，哦，他碰到边边了，然后这是一个错误的反应，就是他不可以碰到边边，然后要达到就是终点才算结束。好，谢谢佑飞。